对了，擦 T 啊，你要拍照，擦 T， 然后打开，开电，然后屏幕就亮了，然后擦 T， 开电，操作这个就是按这个剪刀，这个是剪刀，剪刀啊，这个是剪刀，这个是压线，把这个压线抬起来，啊，按这个压线抬起来，然后穿线，从这里，啊，这个挂在上面，感应，放在这里，这样拉，从这里穿。套进去啊，套到这里面来，这个，然后套到这里，用剪刀剪住，然后往里面推，出了以后，然后，啊，这线头就出来了，这线头出来了，轻轻的拉一下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咱这边来啊，嗯，还好一点。这样穿进去。用剪刀把它放在里面。出来了，你从那边看，我就进去。推以后拉，拉完以后这里，然后再按这个，把这个按下来，这个就把它压住了。这个压下来以后，按剪刀是这个，对，剪一下线头就可以了，然后。剪完以后按整机复位，这个按两下，然后再按启动，按完这个以后按启动，然后这个就会动了，这样机器就动了，对，然后就可以操作。然后把口罩放进去，放到这里啊，然后踩踏板，这个踏板，那就这样，在这里就好了。然后记得要踩踏板啊，记得踩踏板啊，放进去以后踩踏板。这样，没有了 ，OK。